好，大家午安，我是张德森，现在来到捷运市政府站旁边的统一时代百货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到它的五楼，走。好多史努比哦。啊，到了，就是鸟屋书店、信义店。现在就让我们进去找我的新作品《台北十一》吧，走。这边有一大片落地窗。你买了没？赶快来买！哇，棒棒！跳高很高。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书店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